大家晚安，我是子安，欢迎回到每周二的 Live Session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最近有没有看过一部戏？是不是以为我要问《鱿鱼游戏》？没有，我要问的是《花样少年少女》。可能有些年纪小的观众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在我国中的时候，风靡一时的台湾偶像剧，我甚至在看完的时候去练了跳高。以为会变得很受欢迎，但其实并没有。受不受欢迎是要靠颜值来决定的。除了男女主角高颜值的演出外，片尾曲也是大家记忆点之一。他的片尾曲是 Tank 的专属天使。那前阵子我在找歌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这首歌，哇，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所以我就决定做这首歌送给大家。专属天使。